学妹啊，我是你学长啊，你到了吗？我去帮你拿行李啊。好、哦。不用啦，我自己可以去啦。没有关系啦。啊？我是你学长吗？这样好啦，这样我在这里等你。OK 啦，拜拜。喂。学弟是吗？啊、哦，我是你的学姐啦。哎，你到了吗？你到了，好，我去帮你拿行李啦。啊？要来接我啊？不用紧啦，没关系啊，行李一点点罢了，我一个男人呢，可以 settle 的吗？这种东西，不能啦，我去帮你啦、啊、不要讲那么多啊，拜拜。哎，我的学妹赞，学弟，哎。找一下，找一下。喂，这一间店名不错哦，四海游龙。看一下，哇，看这个仙草冻，看起来很可口哎。就决定是这间了啊。哎，环境鞋啊，都是西北风，一点都不清闲。就说上次报告的时候啊，只有两个人来，超扯的。哎，给了我一个，我吃完了。去，你发现你很肥哦，哎。神啊，还跟我一起肥呢。哎，人马不缺，你们两只猪啊，这样肥啊，要吃。哦、你这样讲学妹呢？哦。不得不肥吗？他觉得真的很有爱耶。放纵音乐，我又没有很 emo， 我很开心啊。25分，我以前都没有拿过这样低的分数，连低胸都没有了。不要难过。什么？25分呢？25分算正常。啊？你知道在大学要怎样考好吗？怎样？在大学是不可能考好的。真的？真的。是啊。是。好，不要考试。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不可能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从来没有考过那么低分的。不可能啊！没有理由会变成这样啊！为什么会那么失败？看，啊！这也没什么意义了吧？我不想活了，干！不行不行，还是算了还是算了。很冷哎，可是还是要吃东西哦。啊！我的腰酸卡。哦，拍谢。那你弄掉你的东西。不用顶。哎，你不是那个益达？
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刚好要给你邀请卡，这次圣诞家具下个礼拜四晚上，你要去吗？啊，哇，中他又是陈妈的活动啊！哇，你不冷啊？你穿这样子出去？还可以啦，还可以，不会很冷。我跟你讲，那边很多外套了，来来，你带这个。啊，我跟你一起去就好，走，快点啦！好了，这个。I will try